像这样呢，只要把炸鸡往下沾点酱，香酥鸡腿大口沾上浓郁切达 cheese 酱，一捞上来香气立刻四散。一旁还有薯条和鸡米花，统统也能搭配 cheese 酱吃下肚。连锁素食店抢攻跨年大餐商机，推出限量十二天豪华炸鸡 cheese 锅。就是等一下来买。你本来就是来等这个 cheese 锅，十一点才开卖。因为每年都会推出不同的，所以就会看今年是什么会比较特别吸引这样。开卖时间还没到，就有民众先来等待，因为每店限量28份，每组都会附上加热陶锅以及蜡烛，让民众在家跨年吃餐也有仪式感。至于跨年营业时间，则是部分店铺有延长。另一间素食业者则是把去年很流行的啃穷酱，这一次趁跨年再拿出来卖，而且呢还有其他3种新口味，让你一次沾个够。鸡块迷的心声，麦当劳听到了。韩国酸辣啃穷酱重出江湖，让不少民众很兴奋。其他酱料则是招牌糖醋酱外，还有泰式酸辣酱和蜂蜜芥末能够选择。翻炒菌菇，浓郁鲜甜。新品则是推出早餐时段菌菇满福系列，香 Q 满福面包搭配太阳蛋和香煎猪肉，以及菌菇酱很有饱足感，同时也有跨年优惠，欢乐送网络订餐麦克鸡块、冰旋风、劲辣香鸡翅买一送一。其他素食店也有跨年抢客新招，顶呱呱东洋限定套餐下杀73折。分成单人和双人餐，四店铺延长营业时间。汉堡王浓情圣诞大牛堡主打 17.6 oz 大分量，抢攻跨年商机，推新口味、新优惠，吸引素食爱好者。TVBS 新闻王新堂、张慧贤台北报道。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。